总算把是我写的，看一下我用的武器是什么。你看那个大锤子，那个大锤子重达差不多30公斤，是拿来把那棵树给打一下，算它的那个树打一下，它会开始动摇，你就知道哪里，就知道哪里底下还有根还没有砍的。这个就是我一直挖的那个工具，一头是来挖土，一头是拿来砍那个枝的。还有这一条大杆，大铁杆，是拿来摇动它，用杠杆原理来摇动。你看这个树，现在我鞋子已经换了，给你穿拖鞋了。这棵树动摇的这么厉害了，动摇的这么厉害了。你看一下这个下面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，我已经把它撑过那个给挖出来了，成功把它给挖出来了。